现在大家眼前的是西汉时期的日出扶桑图，画中十轮太阳悬浮于扶桑树之上，照耀大地。这幅是战国时期的羿射九日图，这是汉代的西河捧日图，这是南阳汉画像金乌赴日图，而这幅是汉代的西王母宴月图，所绘内容为西王母于昆仑山设宴，接受万物生灵的供奉与崇拜。神话可不是这样看的，不要急，我这就让你们看看神话世界真正的神力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万物神通皆有灵。Oh, shit.
家都已经转了一圈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神奇不神奇？过瘾不过瘾？但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，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最最最最最最最神奇的一幅画，这就是流芳千古的青绿山水画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就是，它可是神中之神，画中之画，神话中的 number one。还等什么？快走吧！到了，就是这里了，大家别着急啊。千里江山图，青山层层，绿水悠悠，道法自然，美不胜收，人间美景应有尽有啊！这里有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，这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！来吧，跟我神话大仙一起去这画里耍一遭，千里江山图。赶快跟我进去一起逛逛吧，天灵灵地灵灵，万物神风皆有灵。哇，还是这画里的世界舒服。画的世界真的好安逸哦，大家看够了没有？该回去喽。神话展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很高兴与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，请在车辆停稳后带齐您的随身物品下车，期待和您再次相遇。